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佳，出车了，今天出车比较晚。昨天有重大的好消息，彻底算是彻底解封了。我觉得有两点，第一就是高铁站、飞机站都不需要核酸，只需要扫个码就可以走了，这简直太好了，这打通了流通的环节。还有一点就是，轻症和无症状可以居家隔离了。哎呀，这确实，这也节省了很大很大的成本。昨天晚上，朋友圈欢天喜地，终于可以迎接新的生活了。3年了，整整3年了，太好了，挺激动。看一下，滴滴现在出车也不需要核酸证明了，不需要核酸了。昨天还需要核酸，上传48小时。核酸，今天已经不需要了，就是这么快，立竿见影。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一个高速路口，看现在还检查核酸二维码吗？这个路口我之前经常路过，好几年没走了，因为之前从这个路口回家特别方便。现在咱去，刚好看一看，看能不能顺利直接通过。之前这儿都是围挡，看都在撤，工作人员都在撤这个围挡。工作人员都在撤围挡啦。以前这儿满都是围挡，满都是检查的，都在撤，好多工作人员在撤离。之前就从这儿直接过个路口就到家了，比较方便，所以这个路口经常走。现在没有了，直接过，直接过，啥都不管，啥都不管，直接过。飞机场也停止检查了，也是自由出入了，不需要核酸什么的了。我从这个口再出来，就是免费的。因为之前经常走这儿，它这相当于是一个便民的通道。我现在直接出，直接出，看到了吗？这儿也现在没有检查的了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方便。方便，就是这么方便。今天就带大家好好看一看今天的变化。咱现在来到了西安北站，刚好进去看一看北站是个啥情况。停车场直接进啊。停车场直接进，到北站了。今天就索性带大家转一转，然后坐地铁去钟楼吃个饭，看一看新的变化。坐地铁3年来，几乎没怎么从这里面进去坐过地铁，因为这里一直是所谓的高风险。所以也基本上不来这里，蛮多人的。先去火车站里面看一看吧，我看能不能随意进入。啊，这个是要买票才能进的，算了，我就不进了。不用扫码。不用扫码，不知道以前人多不多，反正今天感觉这里北站这里人超级多，这一路都是不用扫码随意进出。现在在西安北站，我们现在去坐2号线。没事，退2站扫2号。
这马上都取消了，他只不过这边还没通知着，没收到通知而已。没事没事，我扫该扫还要扫嘛。对，他是说没收到通知而已。服务员大白都说马上要取消了，还没有接到通知。这个是二维码、绿码、健康码，不是检查核酸的。刚才扫的那个码是健康码，是那个绿码。大白都说这个都要取消了，不是核酸码啊。大白说这个健康码都要取消，只是现在没有接到通知。我觉得这一取消，那就不用扫了，直接进出了。太好太好。地铁二号线，你看，人超级多。刚才我觉得从大白口中都觉得要取消这个绿码二维码都有些激动，他说这个要取消了，没事儿。哎呀，这个心情感觉特别好。看一下，这才第一站，天气老好了。啊，到钟楼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一会儿去和民街吃个饭。今天天气也特别好，适合转一转，带大家看一看。今天吃什么呢？要不吃个泡馍，非常具有西安特色的泡馍。有人在拍照。前面是鼓楼，鼓楼旁边就是回民街。看一下啊，不扫码直接进了，现在没有扫码直接进。虽然人有点少，回民街都不用扫码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昨天刚刚开放取消这个核酸，这儿已经不用扫码了，连行程码、绿码都不扫了，你受得了吗？虽然好多还没开业，但是我相信马上会好起来。接下来西安可能就要进入旅游的旺季了。旅游的旺季，所以想吃最地道、最西安的特色小吃，泡馍呀啥的，我建议大家来这个西阳市。从回民街走到底，从这个巷子进去，各种特色西安小吃。哇，这儿人超级多。今天好像是过啥节日呢。梅西，太像呀！在这儿吃个泡馍。小炒吧，走嘞。要一个小炒，一个馍。这上面有好多明星来过。好嘞，一个馍够了。小炒加个鸡蛋。上面好多明星。啊，说是今天刚开业，两三天。看一下都有啥配菜，加了一个鸡蛋，其他就是正常的粉丝，还有蒜苗。小炒加鸡蛋。
三，第二个店。看这小串卖的不卖？加个鸡蛋。开吃开吃。我看没多久，大家也就可以，好多人也就可以回国，回西安，也可以享受泡馍小炒了。很快，我觉得很快，会很快。粉丝，鸡蛋。还是溏心蛋。老伴，再给大家来个麻酱凉皮儿，有吗？麻酱都有。没有了。好。还想吃个麻酱凉皮儿，心情好，胃口都好。可惜老板这儿现在不卖。再发个朋友圈，一个抹小炒吃的，没。看这环境，就知道地道。多少钱，阿姨？二十四，你给二十三，少一个吗？好。好。嗯。走了。再在这儿买点那个电烤饼，特别好吃，加上那个酱。净糕就不吃了，东南亚净糕。这家妥妥摸。那几个？来五个，再来个五个酱啊，加抹酱。干二十。啊，这好嘞。刘记笑。好了，今天是彻底放开的第一天，就带大家看一看，转一转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更正一下，也不算彻底放开，因为还有好多国际航班可能还没有彻底恢复，所以，但是一天比一天好很多了，也期待全球的游客来西安玩，这一天很快会到来的。已经有人组团过来玩了，可能哪个公司的。回来发现进小区也不用扫码了，不用扫健康码了。